飞盘究竟有什么魅力，让都市年轻人这样着迷？2022年的夏天，城市的绿荫的几乎都被飞盘占领了。这项新潮运动突然成为青年的首选健身方式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。飞盘这项运动参与门槛不高，2-20多个人都可以玩。对场地和器材的需求简单，不需要专门的训练场地，大到公园绿地，小到小区空地都能玩起来。飞盘作为一项轻型运动，凭借极强的趣味性和社交性，为锻炼放松的首选。